龙虾游呀游呀游。龙虾怎么是游啊游啊游？应该是跳。三只大龙虾跳呀跳呀跳。四个小娃娃笑。爸爸要下水了，一个人在水边玩，不要靠水太近啊，要是掉到水里会被大龙虾夹着。如果大龙虾夹我的话，我就把它给吃了。你吃大龙虾，妖怪就吃你。这里没有妖怪的。没有妖怪，你看那水里是什么？没事没事，逗你玩呢。你看，这里有小小银两，还有两条千年咸鱼，请道长笑纳。哎，身为修道人士，志在济世为怀而已，如此宝贵的东西我是不会要的。哦，各位，现在妖怪已经抓到，如何处理随便你们。打死他。他不是死了吗？哎，打死他。报仇。报仇。我要报仇。都搞错了，他不是凶手。它只是一条古氏鱼，生性驯良，性格积极乐观，人品相当的不错，只可惜长得大了一点。你是谁啊？在下是未剃道的大乘佛门弟子陈玄奘，是降妖除魔的驱魔人。古氏鱼我们知道，没见过这么大的。道长说这是妖怪附身。村长，你看他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妖怪。一个好爸爸被妖怪残杀，无辜的受害者家属痛不欲生，你还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个混蛋。大家听我说，你们要找的妖怪还没有出现。闭嘴。你有没有死过老公？大嫂，我没有老公的。
有没有死过老公？大嫂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老公。水里面，大家千万不要下水啊！简直鬼话连篇，他分明是妖怪的同伙，吊起来，烧死他！大家听着，这妖怪已经被我打死了，这里绝对安全，大家可以安心下水了，去吧。下水呀！没事啊，很安全啊，看，安全啦！哇，真的安全啦！就没事了。对啊，大家冷静啊，上了岸我们就安全了。
别动！娘，等一下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娘，小姑娘，别过去！
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道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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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伸手比我好，你帮我一个忙啊！我不帮，你放手。他在水里面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们两个跳下去，把他弹到岸上来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你再不放手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发誓，我会真的把你活活打死，很残忍的。谢谢道长。不要！孩子，孩子，为何你这么坏？欺负欺骗，为何你做出来？学会做好小孩，相亲相爱，关怀就在心中，充满色彩。乖乖，你快回来，我怀抱一直为你打开，乖乖，要真心悔改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。乖乖，你快回来，要努力学习，为了未来，回头做孝顺的小孩，本来人心都是善良，像小孩。你也是驱魔人啊？嗯。凭什么？驱魔大典。驱魔大典？
儿歌三百首，它能唤醒妖怪内心的真善美。所谓人之初性本善，再加上我独一无二的演绎。谁说的？我师父。你信啊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这种小孩子的玩意，其实我也挺喜欢的。他才是真正的青蛙大师。哎，别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这种事情呢，就直接找我就可以了。啊，快点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真的别客气了，如果有钱的话，就捐献一点出来吧。啊。师父，玄奘，师父，我又失败了。我知道了，今天你在河边碰到的那个水妖，原本很善良，他在河边为救一个孩子，而被村民误以为是人贩子，将其打死，还抛尸河中。任鱼群和野兽饮其血食其肉，他怨恨难平啊，化作半鱼半兽的水妖回来报复村民。师父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儿歌三百首真的那么厉害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其实就是想像其他的驱魔人那样，用最简单的办法除妖。一刀杀并不是驱魔的真正道理，你要牢记我们驱魔的理念。魔为什么成为魔？是人的心被魔所侵，我们要除掉他的魔性，留住他的善性。儿歌三百首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，扼杀人心目中的魔。哎，你不会对我们的理念有所怀疑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你不是救了一个小婴儿吗？我其实可以救更多人。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是不是没看见那个小姑娘才四五岁？但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救她，是我害死了他们啊！那么多人，师父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没有找错人，绝对没有找错人。你只是差了一点点。少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当你修成以后，自然就会明白，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儿歌三百首真正无穷的力量。去吧，去吧，师父。哎，知道了，努力努力，师父。走了。为什么没人？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单独相处了。师哥，别怕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师妹，冷静点。看着你，我怎么能冷静下来呢？那就别看。讨厌。
欢迎二位大驾光临我们高家庄。二位请。不过二位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好现在没人，再多等一会儿这人可就多了。顺便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，请看，这就是我们每天新鲜屠宰的驰名烤猪。肥而不腻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烤猪啊？对呀，这里的布置很有特点，你看那个烛台多漂亮啊。但是也没有师哥你漂亮啊。你怎么老是在意我的容颜？你就这么肤浅吗？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帅哥啊？哎，就这样子就生气啦？哎呀，让我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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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好了，我就让你看个够，看到死，这样就行了吧？你怎么还没死啊？二位客官，本店的烤猪今天吃的味道怎么样啊？太好吃了，是你做的吗？哦，不不不不，是我们店的老板朱刚烈，人称肉狼朱刚烈。香味俱全，完美。公子，你做的烤猪怎么那么好吃呢？人家问你话了，你不回答，太没内涵了。师妹，跟我走。公子，你坐吗？人家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师妹，你还是乖乖跟我走，要不然师哥就不让你看到我的容颜了。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太感谢你了。哎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，我真舍得让你难过了。你把头转过去吧，我现在就很难过了。讨厌。公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漂亮啊？那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呢？哎呦，你就跟我说一句嘛！求求你了，你就跟我说一句嘛！喜欢的，你看那烛台真有品味，有没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啊？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回头客，就知道我们的饭菜有多好吃了。来来来。
这个呀，就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——石明烤猪。这个烤猪啊，外焦里嫩，吃起来是非常的香脆可口，保证客官你呀，来了一次还会再回来的。客官，今天人好多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找个位子啊。跟我来啊！我是驱魔人，你现行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动手啊！好啊！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！小姐要不要帮忙？要。怎么帮？滚开。好。谢谢。
什么戏啊？用嘴巴。你的意思是说用我的嘴巴把他嘴巴里的东西吸出来吗？要不然呢？好。请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快点，我顶不住了。假如说我来锁住他，你来吸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？你爸爸，别在那里婆婆妈妈，要不然大家把命给你。好，我行的，我行的，我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行。追来吧，不会，他也受伤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意思。过来帮我，驱魔人不拘小节，你帮我按住穴位。哎，刚才那个猪妖很厉害啊。当然了。他是我们这里赏金最高的，你不是也来分一杯羹吗？我不是为了钱，我是为了老百姓出一份力的。就凭你，不要命了吧？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哎，你刚才用的武器很厉害啊！无定飞环，我们家传的收妖法器。无定飞环。你受伤了？啊？流鼻血了。一点内伤。在下陈玄奘，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？我姓段。段小姐，谢谢你刚才的救命之恩。谢我啊？段小姐，段小姐，女孩子闭起眼睛就是要你亲她的嘛，别装了。玄奘，你爽吗？爽什么？你泡妞了？师父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泡妞呢？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怎么看？男女之间是小爱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要为世间的大爱去修行的。想吃吗？我不想。师父，你这样不好，这样是有违清规的。我心中没有鹅腿，吃了也无妨。你心里想吃，嘴上却说不吃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哎，你干嘛抽我的窝腿？给钱了没有？没钱。没钱！放心点。师父，原来你一早就知道猪妖的事啊。这猪妖啊，原名叫猪刚烈，生得跟猪一样丑，是个情种。他对媳妇儿无比痴情，
可他的媳妇儿却嫌他丑而和一个美男通奸，还合谋用九尺耙将其打死。他因爱成恨，积怨成魔，是要杀尽天下所有爱慕美男的女人。原来他也是个可怜之人呐、啊，师父，面对这么强大的妖怪，我是不行的，要不你出马吧。好啊，可是我最近很忙啊，要对付如此厉害妖惑人心的妖怪，你要有胆去找一个比妖怪更厉害的王中之王，他也许会教你降妖之道。他是谁啊？就是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孙悟空。孙悟空，师父，他只是个传说，没有人找到过他的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到五指山下找一个老庙，庙前有一个佛像，高1300丈，宽256丈，孙悟空就在那里。真的这么容易？高1300丈，宽256丈，就算盲人也看得见的。事不宜迟，赶紧上路。还有啊，那孙悟空凶狠狡诈，阴险毒辣，怨恨太深呐、啊，你要小心。我凭什么能让他帮我啊？凭你的智慧，还有这本。哎呀。西方来中原打妖怪的，势必扬名立万，同行如敌国，为杀妖怪先杀驱魔人，无论你武功多强，遇到我们都是死路。你是不是驱魔人？我不是驱魔人。这么晚还出现在这妖气弥漫的地方，还说不是驱魔人，你是不是驱魔人？他是我相公来的，我们两个刚刚吵架，我跑了出来，他出来找我的，你们误会了，都误会了，真的，他是教音乐的，你那个歌本拿出来给他，快点！哎，你看，门都红了，哎，是带了个去，带了个，带了个都没打哎，好。为了证明你们是夫妻，你们就在这里洞房吗？哎，你不要干什么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洞房，快点！洞房，就算我们两个是夫妻，也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洞房啊！我死也不能跟他动啊！你死也不可，你以为我愿意哎？什么？啊！我，哎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动动动，慢点，动，我来。看着我，马队，看着我，你可以的，马凯，太欺负人了你们，阿师，阿师，阿师，哈哈哈哈，站不快点，就轮到你们，你们这帮禽兽，你们滥杀无辜，你们太禽兽了，你们这个禽兽，你来吧。住口不如来！我帮你！来，快点！
放回去。洞房，你们是一伙的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啊，好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给你钱。怎么样，胜利吗？胜利。给点啊！我给你。都是被你搞在干血喷成这个样子，你还看？你还看？坏了，机器故障了。你们这帮废物！再次失误。债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还能怎么样呢？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吗？什么是我的人啊？你忘了你那一天又亲了我，又摸了我吗？什么？亲你还摸？好的。债主，女侠，如果那天我有冒犯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驱魔人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就是为了世间的大爱而活的。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，我是不会去想的。跟你说这么多，你也不会明白的。我也是驱魔人，我可以理解的。理解就好。但是我有个小理想，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，跟他一起组织家庭，生个小宝贝，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。那个人就是你。站住！咱们处理他。带走！放我出去！我要撒尿啊！债主，这小子成天拿本破儿歌集大爱小爱的骗小孩，一看他的样子就是那种奸淫妇女、拐卖儿童的无耻之徒啦！真是活见鬼！凭我的素质，都吸引不了你，太恶心了！我见到你，我好心痛啊！哪一列才是你的心呢？这两列，奶奶。其实你都已经做到这样了，他还是不领情，是有点过分。不是有点过分，是太过分了。老三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呢。哎，把那东西拿掉先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坏了，怎么都拿不下来，你帮我弄一下。哎，别过来。我觉得呢，我刚刚死的时候。根据他的反应，说明这个人是有同情心的。不过呢，我的血都喷成这样，他都看不出来，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点低下。说白了，就是个傻逼。那你觉得你跟他谁更傻逼呢？是他，那是一定的，对吧？四妹，你真的觉得送上门的不领情是有点过分啊？是有点过分，不过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，这样才显得他专一，不会朝三暮四。姐妹就是姐妹，哪像那么丑男。虽然他看起来是有点弱不禁风，不过只要你喜欢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错了，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勇敢。虽然他看起来什么都不是，可是他敢拿着一本儿歌下地狱打妖怪，还不是为了名利？这才是真正的大勇之人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是他不喜欢我。不会的，他一定喜欢你。可是你也不要这么硬，你要展示一下女人的体态美。来，试一下。嗯，好。不是这样，不如你试一下这样。嗯，我不会。没关系，听话服。我做什么的呢？你就做什么呢？去去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撒一个尿，可是你不放我出去，我只能撒到这里。四妹，帮帮忙，还在喷。滚开！你喷到我了！滚开！你喷到我了！我只是想，还没有撒，怎么会喷到你？老三，你把塞起来啊！你拿个塞子把它塞起来啊！你太过分了，我可以忍住，我不塞。我没有塞子啊！不塞就把它整条拔出来！不塞就把它整条拔出来！
这样做还有没有王法？好啊，你帮我拔掉。臭小子，你给我老实点啊，不然在债主面前我照样干掉你。妈的，你这狗娘娘的。有种你再跳浪点。说别再玩我铁血系统就是通过捶打把气囊的空气加进管道，推动风车旋转，带动齿轮转动产生动力，再把气囊冲上，重复整个过程，就可以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，车就能动。不要太想我，醒醒啊！被我抓
差点忘了你的主意。田南君，你为啥老是跟我抢饭吃呢？大家明明是跟随着妖气来到这里，反正谁先捉到猪妖，谁就是第一驱魔人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别管猪妖了，要不然咱俩先干一场试试。猪妖不简单，御云之夜就更难对付了。除了我，试问谁能降他呢？我还以为谁这么大口气嘞，原来是空虚公子啊！人说空虚公子的空虚剑法天下无双，我天三角也是时候要跟你比比高低了。不用比了，我的第一就送给你们。做第一。是很空虚，很寂寞。你们凡人又怎么能明白呢？低调点，花别扔啊。老板，不是你叫我们扔的吧？哎呀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扔还是不扔？不扔。不扔也要工钱的。我知道。其实呢，我不明白他说什么。哇，这死磕头你从哪把的？荒山野岭能凿的是个算好运呢、啊、你干嘛不自己走两步呢？我走路不就跟你们一样吗？我空虚公子有自己的风格。你不是空虚，是肾虚。哈哈哈哈你给我听清楚哦，话不要乱讲话哦。那这两个字会不会读？是肾虚，不是空虚。我是肾虚公子，不我不是空虚公子，我是肾虚。都你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从小肾就我从小就很空虚啊，肾这一块呢，我有好好保护。够了！你们个个身怀绝世武功，为什么不联起手来对付妖怪呢？现在让他走了，月圆之夜他会很厉害，那个时候就生龙图大了。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争什么名利？你们简直不配做驱魔人。这位要饭的是？我不是要饭的，我也是一个驱魔人。看得出，给点饭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还有事。说得好，我实在太崇拜你了，我支持你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我走开，都是你三番五次阻挠我求佛之路，还我个三番手。干嘛呢？刚刚好好的。还我儿歌三百首。儿歌三百首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这么多人，给我一点面子啊！儿歌三百首。好。一百公里。哎，你干嘛？答。你答。自己是什么样子？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可以活到今天吗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新鲜萝卜皮呀、啊？驱魔人，
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真英雄。帅哥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喝喝酒聊聊天呢？哎，低调点，帅哥别叫这么大声，当帅哥是很痛苦的，你们这些奇形怪状是不会明白的，喝酒就不必了，咱们就直接去吧。哎，我没空。站住！站住！别理我。夏姐，有空吗？喝一杯吧。哎，先生，有空吗？啊，我可从来没跟男人约会过，这是我第一次。你要温柔点。我尽量吧。你到五指山下找一个老庙，庙前有一个佛像，高1300丈，宽256丈，孙悟空就在那里。是来找孙悟空的，我我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你是孙悟空？齐天大圣，孙悟空。孙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姓陈，陈玄奘。
孙先生，孙先生，终于来了，五百年了，终于来了。哎，孙先生，不要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啊。坐坐坐坐。嗨，陈先生一表人才啊。孙先生也是，但只不过跟传说中的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五百年前我还是一个少不经事的小尼孙，那时候跟佛祖有了一点小过节，就被佛祖用大日如来真经给我打了下来。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所在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。五百年了，我一次都没出去过，我就在这儿认真的研究大日如来真经的大道理。你看我已经把身体里边的魔性全部消化掉，排出到体外了，就连曾经妖魔的样子也没有了。所以呢，现在身体里边只剩下了真善美。所以大日如来真经真是好，真是妙，真是呱呱叫啊。孙先生，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但说无妨，我想请您教我一个降服猪妖的办法。猪刚烈啊？是啊，他妖性很大，杀人无数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办法倒是有。这个就是驱魔圣火令，这是我从天空带下来的，它可以消灭一切的妖魔鬼怪。可是我并不想杀他，我只想唤醒他内心的真善美而已。啊，对呀，我刚才没跟你讲吗？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。还是算了吧，太贵重了。不贵重不贵重，十块八块的嘛。还是不要了吧。你拿呀，我说送给你了你就拿呀。孙先生，这个是不是佛祖镇压你的封印啊？叫你拿你不拿，那就是瞧不起我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花果山十三太保知道吧？我就是老大。想当年我手拿着两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，来回砍了三天三夜，是血流成河。可我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一眼都没眨过。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，眼睛会不会干啊？我干又会怎样？不干又怎样？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？我就是好奇。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？我是在讲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？我就是在想，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。别他妈再跟我说什么眼睛干或他妈不干了。你听懂没？孙先生冷静。孙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我杀人不眨眼，你问我眼睛干不干。好，我给你看，你看我眼睛干不干。你说我眼睛干不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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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还有什么东西都给我拿出来，我全给你打了。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，都给我拿出来。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没办法跟你们讲道理。啊，你说你问我借东西，我借给你了吧？啊，你说我借给你了，孙先生，你，我不吃谢谢。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轻佻浮躁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还是踏实一点比较好。孙先生，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想吃自己打。我不是想吃，是你让我拿出来给你打烂的。我这。出去！
我感人也感人了，我顿悟也顿悟了。佛祖啊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相信我？你说佛祖不相信你，但你相信佛祖吗？如果你真正的顿悟了，佛祖一定知道，他是不会抛弃你的。你是说我还没有真的顿悟啊？不要纠结于这些，只要你一心向善，就会有收获。帮我收服猪妖，也是一心向善、除暴安良、回馈社会的好机会。想让我帮你，不可能！你知道这五百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连一条最喜欢的香蕉都没有吃过。要想降服猪妖，就要先把他引过来。猪妖虽然被他的妻子跟奸夫所害，但是他还是深爱着他的妻子。他喜欢在月光下看他的妻子跳舞，他还写了一首词送给他的妻子作为定情之物。那就简单了，找一个美女，在一个月圆之夜把这首词用歌舞的形式唱出来，那猪妖自然就会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交给我喽。干嘛？孙先生，你觉得我扮女人怎么样？陈先生请自重啊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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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根香蕉是用来吃的。哦。你怎么还跟着我呢？我担心你，所以我跟着你嘛。而且我刚刚在上面听到你们说要找我帮忙，我就下来了。谁说要找你啊？你刚刚不是说要找个美女吗？走开了，我们有正经事要做。对不起啊，孙先生。哎，美女啊。哟，嘴巴真甜。我从来都是这样，实话实说嘛。哎，脸都红了啦。哎，红好像更好看。哎，不要再把实话讲出来了嘛。哎，刚才他冲撞你呢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这个就当是赔礼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好意思送你的礼物啊？哎，给个机会喽。我们又没有那么熟。一回生，两回熟嘛。孙先生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啦。你如果不理我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啊？讨厌，有人在啦。他有人在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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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抓猪妖。哎，刚才小姐说你要替我们吸引妖怪来，那你会跳舞吗？我只会一种舞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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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哎，下，下，哎，起，起，哎。起，走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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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屁股翘高一点嘛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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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舞跳得很棒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你好。很好哎，真的啊。可以再去吸引猪妖了吗？还有，哎，这个人好面熟哎。虽然花会零落。
会重看，恍如隔世的爱，在白云外。痛爱让人悲哀，在世上命运不难改。分开不能再相爱，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？非常感谢您，您这真是为民除害了。应该的。7749天之后，这只猪妖就会化成灰烬了。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驱魔理念，所以这两只妖怪就交给你处置了。谢谢你的帮忙。你累了，快点回家休息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女孩子把眼睛闭起来就是要你亲她的吗？段小姐，其实我也可以帮忙的。孙先生，对不起嘛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是很好，我也已经改啦。我决定会变成一个温柔娴熟的贤妻良母，那你会接受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决定跟你共结连理，这酒还代表我对你的爱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他妈还能去哪儿啊？别理他，你愿意吗？无定非还入肉生根的，永远脱不下来。你干嘛？我不爱你，我不要跟你共结连理，我摘不掉这指环，我就不要这手指头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。你的鹅哥300首我拼了3天了，我认的字不多，所以拼得乱七八糟的。不要了。走了。真可惜，段小姐的身材真是棒哎！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用眼睛看到了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那说明你眼睛瞎了呀。孙先生，再次感谢你帮我，我告辞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这么快就走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有什么事儿？真的？告辞告辞。
陈先生啊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圆不圆呀？挺圆的。那就好啊，我这洞口被那株莲花封住了，已经不知道多久没见过月亮喽。山洞，佛还在，还在。把手放下。那我就送你见佛吧。传说的妖王孙悟空，个怎么这么小啊？个子虽然小，妖气却从没见过这么大。你百年难得一遇啊，真是不亏我没吃饭就赶过来啊。穿成这样唱大戏啊，好可爱啊。哎，老皱着眉头不开心啊？不开心，俺先跟你玩玩。哎，不是说过的吗？他是我的。老规矩，谁赢谁先来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生气了？哎，别傻了，别傻了，过来啊！喂，俺赶时间，俺先上来。始终只是个风口，就该给人踩在脚底下。
钉子了。穿了我的脚啊，我的脚穿了，知道了，都看到了，我的脚啊，脚穿了啊，哎呀，啊，脚穿了，我的脚啊，喂，谁来帮帮忙啊？帮什么忙？帮我把脚一开。早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？脚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应该早说吧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帮我把脚一开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一开呀！不错啊，今天玩得很开心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只是玩玩嘛，我也很开心，我先告辞哦。啊，到你了。成这个样子，你当我吃素的？快走啊！你不是他对手，我求求你了！快走！爸爸的爱冬瓜，你居然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我可不是省油的灯。
不承认你爱我。我爱你，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女孩子把眼睛闭起来就是要你去慕她的吗？你看，我把你最心爱的女人打得一根毛都不剩，你的佛能为你做什么？你现在痛不欲生，你的佛又能为你做什么？
人呐，现在你对大爱小爱、男女之爱是怎么看呢？男女之爱也包含在所谓的大爱之内。众生之爱皆是爱，没有大小之分。有过痛苦，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；有过执着，才能放下执着；有过牵挂，了无牵挂。那已经领悟了那一点点了，你知道你的使命吗？世间皆苦，拯救人世间的苦难、普度众生的不是我，而是在天竺的22部经书。此次西行取经，路上会有无数次的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。他们三位各有所长，可以全天候海陆空贴身的保护你。现在授予你袈裟和法器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圣佛法的弟子，法号三藏。上路吧。分开不能再
在世上，命。